这可以吗？哎，阿飞，你这背着什么呀？你看你脚的受伤了，你呀，背那么多的货，你放下吧，我来背。没事，不用你背。哎，阿飞，我的脚受伤跟你又没关系。你看你脚的这个样子了，你让我来帮你不行吗？都说了不用你帮啊，你怎么今天没跟你蒋木格一起回去啊？我跟他是好朋友，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呀？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我也管不着，我也不想管。反正你以后不要再过来找我了。哎，你听听，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过来烦我。你停下，你怎么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叫你以后不要过来找我，我不需要你可怜。你啥意思啊？哎，阿飞，你给我走啊！你啥意思啊？阿飞，哎，贾墨。 你怎么还没回去呀？你再不来，我都吃完一箱泡面了。你看，你看你一直吃这个泡面怎么行呢？会吃坏肚子的。没关系，只要是为了你，吃什么我都愿意。你是不是想好跟我回去了？不是的，你看你脸都很憔悴了，嘴皮也干了，你怎么不回去呢？ 你先回去吧。反正我不管，你不走我也不走，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，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你这，这农村啥都没有，你吃不了这个苦的。再过几天你就会晒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很艰苦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觉得我吃不了苦是吧？哎，哎，贾墨，哎，有人，这样可以吗？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呀你？我能吃苦吧？我这样可以吧？还不够是吧？哎，行行行，好了，这样你没办法，快起来，珊珊，给你回去了，真的？嗯，不许反悔啊！好的，好，那走走走走。